大家好，欢迎收看六月二十二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台北市打算要对老人福利来收百分之款，桃园当初是要增加福利，除了免缴健保费，讲有那要免付增加税金。老白这几人导游爆出乌空案件，现任的当署长指控前当署长涉嫌乌空公司的疏散。天气上不冷，再好像马金飞过向飞机，讲过热降温了后，较奇怪。先开始来看一下老大人福利，讲为着要让医生甲资源做搁较有效运用，台北市政府提出老人福利百户的想法，打算年底之前会提出初步方案。民间团体虽然无反对，暗过认为讲百户的项目甲这标准要较精心考虑。老龄化社会来临，台北市政府老人福利社会支出是一直升悬，目前一年的预算已经到58亿。怎么台北市府希望会当针对老人福利制定百户条款，和资源做更加有效的利用。面对着外界疑虑，市府的李丽亚做出了澄清。我想这并不是三减的概念，是一个朝向更有效率的来做规划。按照台北市政府初步的想法，可能列做百户的老人社会支出，包括三减公车的优惠。调降补助健保20%的总所得税条件，一个三减中央的敬老金。因个民间团体希望三减的项目跟限制需要搁再做详细思考。乘车本来就是一个长辈们鼓励长辈社会参与的一个工具，好，所以我比较不倾向去缩减这样的一个福利。至于重阳礼金，这是过去政治人物常爱做的事，是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只有一寡时代人第一时间听到这项消息，是有人赞成，有人持保留的态度。我们自己老人也可以负担一些嘛。整个配套要做好了，不能够说完全是在马上又有一个转变那么大的。不过台北市政府强调，百户是合作的概念，不管百户条款的结果如何，绝对袂忽视对弱势者的照顾。只有百户措施的细节，有基地年底进程就会提出初步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不过在桃园这边，因讲要继续来上这老人福利的好康的，要杀出这老人免交这健保费，啊个救救这敬老津贴，啊个老大人免费增加税去的政策，一年要加支出10亿。加税去以后，食物件当然嘛舒适啊。桃园市老人福利政策继续加码，为了实现选前照顾老人证件，桃园市长戴文灿上任了后，推出了老人免交健保费、救救中央敬老津贴加码、交老人免钱、增加税去等政策，编列预算差不多14亿，比过去增加差不多10亿的支出。台北市要检讨要缩水哦。那目前我想，我们的市政府跟市议会都有共识哦，那么维持这样的福利哦，对我们桃园市的老人是有帮助的。今年四月正式开办65岁以上老人健保免费政策，设百户条款，限定综合所得税率无达20%加户的老大人，每人每月上悬补助749元，全市90%差不多是180,000的老大人受惠，全年构成补助高达7亿。原来全市就有50,000多个老人是免费的，包括农民，包括中低收入户跟身心障碍。那么我们增加了大概130,000户。台湾近期高龄化社会，台湾参强调落实老人健康人权，目前市府也大力推动老人加税去，全靠4万半靠2万的补助政策，依照老人实际需求，也应自费加码。未来市府还要争取老人加税去补助，那就健保。记者综合报道。今麦天气辛苦，热了，挂连飞轮机拢爱散热。这是复兴航空一只由这平湖马经要飞高雄的班机，原本是下早8:15要起飞，暗过因为等待起飞时间伤过长，就那造成这档案的散热系统温度伤过高，赶紧来进行处理，有那撑了2点外钟。机舱外口一头大，机舱内底乘客火气也未小，因为有人要赶到台下面去，有人要求航空公司换飞轮机。那我们今天不是花钱来找气受的，那再者是我们有些人要看飞机，有些人还要面试，要大学要面试。
就把我们放回去嘛。你这样再等下去，真的不是办法。你做十分钟，这样已经多久了？飞行器未当飞，规划火星顶被延误是真着急，确实是无奈。原定早起8:15为平湖飞往高雄的复兴航空之一之一一班机，因为马竞机场流量大，伫跑道头等待起飞，等真久。加上天气热，造成机体过热，飞行器重回天气病检查，致使起飞时间一再延迟。我们有跟他反映，他们说十分钟就好了，然后十分钟过了就说20分钟就好了，一直拖，一直拖。拖了一个半钟头，一直到10:50才顺利起飞。到高雄机场了后，144名乘客赶紧提行李往下一个行程。复兴航空也发布新闻稿表示，造成延误主因是因为东亚散热系统温度升过高，调度2台冷气车协助，确保安全才起飞。延误了2点外钟，对乘客是真抱歉。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80年历史，老牌这金兰导游在股东会之前表示讲，现任的董事长钟纯元向检调来检举到前董事长钟纯仁含这公司伊的亲信，涉嫌挖空公司这代志，即马调查局人员有来去金兰的总公司做调查。纯酿造180天，国际标准生产履历认证。台湾本土导游金兰导游1936年在桃园创立，号称是国内上大导游制作商。去年8月，东干事全面改选，前任董事长钟纯仁卸任了后，改由18岁接过小弟钟纯元接任。不过一年想要在股东会进行，现任董事长钟纯元大动作提高，质疑接过兄哥前任董事长钟纯仁所用公款挖空公司超过2亿。这个是1亿2000万左右，还有一个5000多万，还有其他的金额，所以目前将近是2亿。那因为还有一些就是有现在还在清查当中的，包括他把他打消呆账还有1亿多，那个1亿多的部分我们还要再清查。其实早在上礼拜五，钟纯元已经向调查局北基站控告钟纯仁等人背信侵占顶罪嫌，北基站也派人前往在桃园大客总公司进行调查，搜出资料。金兰后成总经理也主动到北基站说明，钟纯元有备之来只是外界怀疑，这根本就是财产来到经营权之争。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恩怨还是经营权的一个打仗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为了金兰的永续经营，一定要查清楚，一定要那个以合法的去做事情。钟纯元澄清，公司缩短经营，永久经营不是家族大道。李金兰股东会也将在6月25日如期召开，按过另外一派，现任董事长股东也计划在6月27日举办临时股东会，替换现任董事。老板金兰导游经营权之争，恐惊会继续下去。记者综合报道。谢台湾哦，各位特别南韩的广州来举行咯，按过因为某些问题，咱这届代表团有那第一届派出有感染。科的医生要对你去，讲咱的选手脑发烧镜头对当家己来处理。万一这选手啊出现了这亲像 MERS 的状况，我那怕算要用这核电机给隔离送回来中间。南韩 MERS 疫情继续咧传，未少国家拢陆续对南韩发出旅游警示，这对参加本届世界大学运动会的选手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自己比较想去，但是就是家人可能会比较担心我。只要到大众的地方，机场，然后坐车，有很多人的地方，他都会叫我要戴口罩。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就尽量能够把口罩戴起来。我其实有随身携带一个小瓶的酒精，然后随时随地就是可以做一些手部的消毒。为了避免中华队的选手去受到 MERS 病毒的感染，这届随行的中健运动医学团队，除了福建科、骨科、中医科的医生以外，也头一遍派出感染科的医生，要在7月3日到14日在南韩广州专程陪伴中华代表队。选手若是有发烧的症状，会用避免在当地看医生，并且嘛准备大量的打洗手和湿洗手液。只要选手甲别国的代表握手，摸到门锁，就会随消毒。万一选手出现发烧，嘛以后送回来中间看医生为第一的考虑。目前接收到的资料，他并没有针对说有个案有发烧的情况，他们提供一个后续照顾的这个指引。大家知道，全台其实已经很拥挤了。那如果说要再空出空间来做这个隔离的动作，其实可能有一些程度上的困难。另外，选手村的消毒嘛是防疫的重点，中间会建议代表团配置专业清洁人员到场去，协助用透过水的漂白水进行房间的消毒。选手比赛以外，嘛要专程戴嘴安。目前体育署也搁咧观察韩国疫情的变化，有个月底就会决定是毋是要去参加。记者王阿如林国宏台北报道。
即马南韩 MERS 的病例已经感染人数来到172人，死亡人数是来到27人，致死的比率是提高到15.7%。因为 MERS 也搁在谈，即南韩的总统朴槿惠有呾特别邀请美国的专家去即韩国参详。南韩中东呼吸症候群 MERS 疫情继续探烧，22号个新增加3件确诊病例，以及2件死亡的病例。数字目前总感染人数来到172例，27个人死亡。这两名新增加死者拢是80岁以上的男性，拢有心脏病、肝脏病、慢性病史。目前 MERS 致死率嘛提升到15.7%。오늘확진자는총172명입니다현재치료중인환자는95명이며퇴원은50명사망은27명입니다至于新增加的三名 MERS 确诊病例，南韩保健福利部表示，有两名患者是因为跟 MERS 确诊病患住同一栋病房，遭到感染。另外一名患者是61岁女性，伊是大清病院的看护。因为南韩 MERS 疫情无缓和的现象，南韩政府也特别邀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专家到南韩访问，共同进行应用对策。We look forward to offering information from our medical experts, including what we've learned about from working on MER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our past experience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outbreak.渐渐传出确诊感染 MERS 的39岁无薪的护理人，即马由原地病院接受治疗，也毋过病况已经有好起来，而且无薪已经38周，母亲甲胎儿拢是正常，估计到时阵会当正常分娩。另外，还佫有一位确诊的16岁高中的查甫囡仔，病情也有好起来现象。记者综合报道。讲对今年度开始，国内即技术行业的即土木建筑者国会调整了招生的名额，要予即高中生。有高职生的家长是真不满，认为讲压缩掉即高职学生的权益，资本会当上国立的，即马怎啊只会当变作上私立的？国内技专院校已经是以外教方式提供招生名额予高中生，不过自从100学年度开始，土木建筑化工等五类招生名额改以内涵方式吸引高中生，这予真济高职生家长不满，惊囡仔升学权益受损，未来恐惊未当进入理想学校。这么多的高中生进到技职体系的大学去，那教授他是要从高职一年级教起呢？还是要延续我们高职的本身就有的专业教育。家长自己增加高中生名额，学校的授课顶面是看就高中生还是和高职生竞争。对此，北科大做出回应，表示高中高职生强项不同，会有互补。那因为高职生的实作能力比较强，那高中生的数理比较好。但是其实在同一个班上可以产生相当好的互补的情形。教育部是表示，目前这几类科系高职生仍然是不够，因为人才培育和产业需求才会调整名额。高职的毕业学生大概4000多名，可是技专校院要招收7000多名的学生，所以他的生源是明显不足。国立科大大概只增加156名。教育部也强调，个别的国立技专校院104学年度增加高中生名额，甲前一年学年度比起来，只加出156名，影响不到5%。另外，一般的大学招收高职生的人数也是比科大招收高中生较侪，学生也是应有多元化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过去有真侪大学生拢会选择先因后毕业，较来想讲未来到底是要做啥。啊，不过即马讲这情形，人多变咯，有诶学生囡仔是选择较早毕业去找头路、食头路。啊，不过若要提早毕业，讲上无嘛爱先把这128个学分先修好了，成绩嘛也袂歹。穿着大学生伫学校门口翕相，以往有真侪大学毕业生会选择延长毕业，搁好好考虑到底是要就业，也是要继续上学。也毋过即马有一挂人改回忆，选择提早毕业。像这位吴同学，大学用了3.5年时间修了140多个学分毕业，也伫今年2月进入台大研究所。提前毕业的话，一部分是你可以先进入研究所，知道一下研究所的环境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另外一部分是在时间上，你可以比同届的还早半年，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每像吴同学同款提早毕业，以台塑大来讲，爱修完128学分，平均成绩80分以上，伫好好成绩名次，爱伫班上的10%以内，条件无算低。严格做100学年，台塑大提前毕业人数只有36人，严格到103学年已经有92人的。从这角度来看，人数明显欠悬，渴望成为新趋势。
我们的要求是要平均80分以上才可以提早毕业。那所以学生他们会想希望能够赶快就业或者是赶快去当兵，那另外还有就是考研究所。学校也表示，香港美国顶地大学拢开始放宽毕业的规定，学生唔免读四年，所以台湾学校也会当地咧做，让学生会当有加出来时间，提早选择未来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咧，政治方面消息，民进党伫个台北市的立委选举内面啊，八选区有五个选区无被提名，或无被征调，就是五万和其他政党合作来换一届国会会当有过半联合席次。啊，不过安尼想法无成，含这民进党的台北市员因声参详，有那引起党内议员因的批评。民进党中执会顶礼拜三通过选对会提案，在台北市立委选举八个选区内底，有五个选区想要让予第三势力。有民进党基层批评，这是民进党弃守台北市。由于争取在南港内湖区立委提名的民进党市议员高嘉瑜迄一天，并且是冲到中执会来抗议质疑，民进党在一区无来提名，就是要让予亲民党的黄珊珊来换国会合作。有多次希望能够拜访选对会，但是选对会也都没有要见我们的意思，那最后却是直接跟亲民党见面，并且要礼让亲民党，那在这点上可能我们就觉得比较受伤。事实上，台北市基本盘是拿大一粒，由于近处立委提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心内是真清楚，就算是去提名，当选机会嘛无大。不过，是伫顶礼拜三中昼，中执会咧开会进前才知影，即选对会提案内容，民进党中央事先拢无甲伊讲，这是引起这议员不满的原因。市议员们都是各个选区基层实力最强的，未来也会是总统跟立委的辅选大将，他们当然自己也是可能被征召提名的利害关系人，可是党团成员并没有感受到选对会的一个沟通诚意。也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的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是表示，选对会副召集人林时耀会伫拜三到党团的党民交换意见。很多议员的反应上面是说，你或许党中有这样的策略，或是未来怎么去进行战术上的配合，应该跟大家做提早的沟通，不要让大家好像都置身事外，都是看电视、听新闻才知道的。那我相信，礼拜三的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所以像民进党在台北市选举焦点，还是放伫个总统选举甲不分区的选票，民进党议员也是重要追票角色。民进党选举会甲党籍议员当面来对话，都是嘛化解因的不满，和选战的卡步未来受到影响。记者张志雄、陈琼伟台北报道。马尾咧看到公民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今仔开始含说国民党党内立委来做会翕宣传的竞选相片，有那开始有些家婆带家囝的曲势出来了。啊，洪秀柱有那拍算讲要再一届邀请立法院长王金平来做伊的竞选总部主委。朱柱杰，动算动算动算。手头乡变成第一个跟洪秀柱翕相的立委，蔡锦龙阁要把相片摕来宣传，就是看好洪秀柱的爆发力。只是排队要翕相的立委参选人，团出其实是南北意愿无啥共款。北部的立委比较希望跟副院长合照，但南部的立委好像比较冷清一点。制造谣言？不会啊，刚刚我跟各位报告啦，我们彰化、高雄、屏东。都确定会来拍照。过去听王金平的立委要烦恼洪秀柱母鸡做不成，恐惊阁会大失小机，可能就是安尼，更加让洪秀柱拍算。在算讲外团，王金平已经拒绝出任竞选总部主委，马上阁试看卖。你有再 try 一下，说可能再邀请他一下？那当然了，当然了，其实再 try 一下。要好几下。报告总统大选，洪秀柱团队二十二号正式进驻党中央，党秘书长李世川也兼任洪秀柱办公室的总干事，并且由学者出身、选战经验真丰富的游子祥和杨永明加入发言人。只是洪秀柱办公室和党中央合作会，那呢和党主席朱立伦的关系，哪会当想歹？进行封闭的议题引起洪柱拍面的讲法，两个人嘛开始小斗。有时候这个牙齿都会咬到舌头嘛，这个也没有谁对谁错。错了，就赶快大家努力争取全民的认同跟支持。我非常不喜欢用打脸这两个字，什么时候开始发明了打脸这两个字？对我们对于主席当然是非常尊重的。洪秀柱党内人和的第一步，就是片面拍平讲话，让操作放大。另外，副手的林选，伊嘛讲，搁爱再想看卖。毕竟总统大选总是爱心安定内部了后，才会当有对外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这夏节，我那是一年当中这日时啊上长 ，AM 时啊上短一天。啊，伫个天气即马遮尔啊热热的时阵，这青笋甘甜的竹笋当地大出，所以今天我那要带大家来种这竹笋，真出名的新竹宝山去看卖啊。日头像炎炎，五日节气后天气又个热又个湿，好佳在出铺面的台湾宝岛，即马有竹笋两块大出。今日上出名的就是新竹的宝山，宝山的东西其实无够肥沃，啊，不过摕来种竹笋是真拄拄好。土质说沙土不是沙土，说粘土不是粘土，要混一半沙一半粘的混合体，这个最适合立竹笋。种竹笋种了几啊十年的笋农郑金添，一边挂竹笋，一边也在讲，竹笋当工现慢现抬现价上重要。那要把竹笋种啊，亲像水来遐尼甜，伊是有撇步的。有机肥放多一点啦，啊，台肥放少一点啦，甜度就会高啦。竹笋伫只热人摕来煮汤凉拌，炒肉加菜，拢正清爽甘甜。食了又开鼻，酸酸的竹笋煮食对当摆一道。这凉爽，啊，这竹笋汤。红甘甜汤。红来茶春甜。宝山竹笋出名，有的产销班因为无用农药啊，竹笋食了够甜，因都无好官商家己卖，阁卖也甜。这种的个人才20-30多块，我们卖一斤140呢。我们照市场来卖，让消费者直接享用到最新鲜的竹笋。水阁白竹笋，过日子过了后，当地大出，热人都爱食这個。公司新闻，伊永忠新竹报道。来看今仔日是这南韩甲日本建交50周年的这纪念日，两国的这领导人拢出席了最丰大使馆所举办的纪念活动。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有那纪念这四年来第一届访问日本的南韩外交部长尹炳世。南韩外交部长菅义伟是21号在日本东京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22号，韩日建交50周年这一天，高前欧首相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和日本是美国位置亚洲重要两个民国，也不过两国现任领袖自治以来拢是伫国际场合见面，也无正式举行一对一的峰会。问题就出自日前的慰安妇道歉、甲赔偿以及领土主权的争议。신뢰와타협의정신하에이러한문제들을접근해나가게되면은앞으로양국관계를개선하는데큰도움이될수있을것이고또정상회담개최에도많은도움을줄수있을것으로생각하고있습니다南韩总统府青瓦台21号暗时发表声明，其总统普京会22号暗时将会亲自出席首尔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也不过，迄天的早起，大使馆门前扣住一了50名穿着白衫的示威民众，进行反制示威。일본은강제징용당에서가서무참히고생한그런피해자들에대해서이번에한일수교50주년을맞이해서보상할수있는확실한대책을마련해서통보해주기를바라고日本调查新闻甲南韩的东亚日报共同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双方各有将近90%的民众认为，两国的双边关系危在旦夕，刷其他关系改善的日本大约有6%是，南韩是有8%。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的是，这阿富汗的国会来遇到塔利班的攻击，这是有人名的这枪手在这国会建筑头前来引爆了汽车的炸弹了后，还佫想要从里边这国会阵啊含这安全部队来爆发了这枪战，全部拢人拍死。
阿富汗国会建筑遭到汽车炸弹的攻击了后，清除大量黑烟，无外久现场的枪声大响。警方随即疏散人群，同时甲想要弄入去国会的歹徒爆发激烈的枪击。塔利班申请因发动这件攻击，是为了要阻止国会表决通过新国防部长的任命。事发当时，新国防部长才拄啊来到现场，电视直播画面显示，国会殿堂内拢是烟雾，议员纷纷的相片。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因将歹徒逼退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最后将六名枪手全部拍死。不过，这件攻击事件也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查某议员。在这个同时，喀布尔的达马商区也传出爆炸，自从去年底多数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美国的空袭减少了后，当地暴力的情势有趋缓的趋势。塔利班拜已提到第二个据点，北方坎都之城的部分区域。北约训练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敢是有能力对抗塔利班，也引起怀疑。记者综合报道。马麦分析明仔在各地详细温度了。即北部地区明仔载拢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7度到35度。在中部地区有哪拢落雨机会，温度是26度到35度。来看在南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4度，拢有落雨机会。在东部地区有哪拢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6度到33度。在外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拢落雨，温度是25度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是断了他们还可以进入好学校去被教育被栽培的机会。这么多的高中生进到技职体系的大学去，那教授他是要从高职一年级教起呢，还是要延续我们高职的本身就有的专业教育？经过我和民族团啊，以及咱和咱家温哥两百几个组织伊的共识啊，就是讲向咱比政府去教这个课程，这样不好，是对人家好像不知道哪一个方向，也不知道怎么走，对不对？哎，为什么不把它弄一个名字就好了？他自己不守法，没办法，大概教兵教兵啊。以他营业那么高，开发票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啊。对影像有满腔的创作热情，那可千万别错过公视成人影像创作营。13年来，公视已培育超过500名学员，更有超过70部短片作品。我们不仅教您影像创作技巧，更可体验拍片过程，将实作化为作品分享。活动日期8月18号到8月22号，错过可惜，详情请上公视官网。叫做有学问的鱼叫做 hook， 到其他英文叫做 hook show。